干什么？你这是！哎呀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你要是走了，我们就全完了！哎呀，于奶奶，于妈妈，吴氏险因起，非奸即盗。我们赶紧走吧，我命人在下个镇子备了马。先生，这小破寨子临时扎出来的教撵实在太粗陋了，大郎家不做也罢，咱们后面备上更好的给他。不用了，以他的个性。 他只会说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起来。如此好意，我们怎么能忍心拒绝呢？啊！要我说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上轿子。不走了。来来来来来，任他是什么刀山火海，等他翻出个浪来，我再看看。 哎，走走走！李山主，您热不热？停下！大伙儿都累了，歇会儿吧。哎哎，兄弟们，下来歇一会儿。老二，祖母。 来了，师傅，没事吧？大哥，有没有什么异常？目前看还没有。于寨主，您是不是渴了？我这有冰镇酸梅汤。<笑>啊，不渴，没事。我这还有糖炒栗子。哎呀，哎，这儿还有西域的葡萄，特别甜，您尝尝。 我还有啊！行行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个，我那个马座啊，坐的我屁股特别疼，你去给我看看，有没有兄弟帮我换一下啊？谢谢啊，马上换。哎，老二，哎，大哥，你过来，哎，把马座换了。哦哦哦，那个，快点。哎，哎，没问题啊。要动手，他们早动手了，说。难道他们是真的想帮咱们？